我跟你讲，一般就是粉比较多就会变贡丸啊，对。然后如果粉比较少，就是会变成肉球。哦，鱼味很重啊。不错啊，真的，你女儿是第二个了。哎、欸，这个很适合配白饭，其实拿到这个就很想要配酒。哎、欸，配酒真的很棒。对、啊，因为配啤酒不能配烈酒。哎、欸，这好吃哎，这个一个差不多。可恶，不能带五块台币。不过是在米区会的 cookie 讲 yeah man， yeah lucky。上次我拍了一个就是麻婆鸡饭的那个影片嘛，然后里面就有提到欧大，然后就台湾的朋友不知道欧大是什么。哎 ，Lucky， come on，Lucky， 然后就不要理我。然后呢，今天刚好我跟老爸，这个周刚一周老爸呢会在新山碰面，我们要去玩卡丁车，我们就想说买欧大给台湾人试看一下。这个老板呢，每次都没有 offer 给我。有了有了，他最近好高。那七八 K 后吧，每次啊，他讲说打电话来先 order， 没有用了，来还是等半小时。没有，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。很怪的，很怪的。他讲打电话来哈、啊，讲爽了。我有放在心里的，我放在心里的，你看好了好了，真的好了，你看。那是50只，我要100只。100只在这边啊，这样有50只啊？有。他觉得我是色盲，还是觉得我是啊？然后这间叫有富啊，我常来是这一间，很多人一直问我，我根本就不记得他招牌叫什么，他不重要的吗？哎，有网友讲说要我去学做欧大，我可以去你的店里面学做欧大吗？安排一下，可以啊。欧大的过程是怎样？一开始是切鱼。鱼是一定要炸了，然后还要把那个肉拿出来，刮出来，要炒辣椒。啊，炒辣椒，炒啊，那个就他们的配方来啊，这个不会讲。炒辣椒。啊。辣椒是配方来的。然后之后就搅拌起来，然后就好了啊。混合上来。啊。是这样而已啦。对。他讲的这样简单，这样下次我们去做一下就走了。好了啊。好了。别怕怕我啊。没有算错哈、哦。没有算错，没算错。有多给，没有少给哈、哦。多多了，多了。这个人不可以相信啊！有多少人看了 video 还敢买东西啊？他没有 free 过我东西的，每次算钱的算准准。Lucky， 那我们现在准备去新山，往新山出发。等下和周老爸见面 ，Let's go！ 对了，我都不拍那种过程啊，那种 video 我觉得很无聊啊。OK，Let's go！ 欢迎来自台湾的周刚一先生。你知道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吗？今天你是带一些东西来给我们吃？对，就在这里。可口可乐。啊，可口可乐。我爸拿一次招待不周，不要让你们玩。可乐很好，可乐很好。招待不周。哦。这边太忙了，太忙了。不会。很激动。你过来啊。他太黏人了。因为当天场地有马来人在，所以只好把 Lucky 放回车上。把 Lucky 放上去了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准备下场了。那红色是什么意思？红色，红色就是结束了。这样有信心吗？没有。准备下场了。我轻轻松松啦，等下你让你两圈。OK。随随便便啦，没用体重。你看你这样子。我的体重胜在。对啊，你那个车子，拜托，马上重10公斤。你看我们冠军在这最轻的。OK， 好，我们场等一下回来见。马来西亚赛道之神啊，不，新店赛道之神。没有，我刚才真的是跟悠悠，我故意两个人让你。对，因为跟他们亲子。对，亲子。然后我们再来。可是我觉得你，我不可能跑得赢你，因为你有真的在玩啊。哦，你在尾巴看我这样。对，因为我通常假设就正常一场下去，我也不是最后，大概就第三、第四那样。可是我跟你讲，双人的真的很慢，你跟我有两。一次在直线这样一起过去，我是踩到底，我不是，其实我从头到尾几乎都是
踩到底，除了过弯以外，所以他就是两双人在台湾也是这样啊，就是速度大概就是这样。我没有想到悠悠身高不到一百四啊，没关系，他130几啦，对啊，真的是差一点点。可是我觉得他是没有常开，如果常开，他自己的车椅子调前面一点是可以。他们这个椅子不能调。对对，不能调，所以我觉得也好啦，可能踩不到，这样也比较安全一点。对对，来，我们感谢今天主办单位，之后他会在吉隆坡主办一场 Go Car 比赛，会，然后在几月？还没有定哎。OK， 好，然后那个，我们今天的主题不是这个，我们今天主题是吃东西。有几样啊？一样而已。好，我们这家吃的这个是欧大，是全马来西亚最有名的。你们都有吃过吗？有啊，都有吃过。来，拿这个。什么是欧大？就是鱼浆。打开吃榴莲，我会翻脸哦。鱼浆啦，真是的，我不敢吃榴莲。上次骗我去吃榴莲。我觉得它有股熟悉的味道，而且是好吃的。有点像，不像臭豆腐，可是有台湾人说像臭豆腐。不会，我觉得不像。不像，它的味道是好吃的。我等一下要跟新店蔡依林讲说，我被 Cookie 哥骗来吃榴莲的。你可以跟新店蔡依林接吻，然后就会被骂。我可能会，可是我觉得不臭啊，这不臭。对，这个东西就是自己吃跟别人闻是不一样。真的吗？可是我一进来在吃之前，我闻我就觉得不臭。来，打开。啊、哦，不要打尾巴打开。这个有竹子，这有点像那种，这是香蕉叶啊，香蕉叶啊。然后，哎、欸，好，我喜欢这个味道。对，打开。对，打开，前后打开。你不要骗我、哦。真的啦。好 ，OK， 左右手要分开，左右手分开，这样子。然后之后用舌头这样。我觉得他那个动作有猥亵的行为，我觉得我可以，我明明可以。这个就有点。他，我以我专业的师，专业的以周刚毅有中华民国乙级烘焙的执照。我看一般就是粉比较多就会变贡丸啊，对。然后如果粉比较少就是会变成肉球啊，然后它介于丸跟球中间，嗯，就是它的淀粉没有加这么多，所以好吃，蛮好吃的，鱼的味道很重。你能吃辣吗？这姐姐感谢，姐姐这你会喜欢，真的。来，帮你拿了，打开。这她会喜欢。你应该也可以，这个辣是可以的。左右啊，这样子。这叫欧大，就鱼浆啊。鱼浆，最近大家都知道，新店蔡依林的老公是谁啊？是吗？看到我就说你是新店的蔡依林的老公哦。妹妹，我们现在要改，那让我去饭店。他说，那你是迪安娜的妈妈吗？就是这样子。迪安娜怎么样？哎呀，哎，这个给妈咪了。谢谢。这边很多。你刚刚有吃了吗？哎，很多人不知道我是老爸，不要当爸是做。新店美食起家的，对，这是阿院长自己。哦，鱼味很重啊，不错啊，真的，你女儿是第二个了。我跟你讲，其实我女田娜是很挑食的。哦，是哦。她蛮挑食的。哎，这个很适合配白饭。啊，很下饭。这是我们那边叫麻婆，是最佳男配角，就什么食物都可以搭配它，肉骨头也可以搭配它，鸡饭也可以搭配它。男配角很重要。对。而且它其实就是配什么都可以，然后哎、欸，我其实拿到这个就很想要配酒。哎、欸，配酒真的很棒。对啊。因为配啤酒不能配烈酒。算是咸，可是它吃起来有点小弹性，感觉很像贡丸那种菜。它有加淀粉。有嘛？嗯。可是它很像台湾有一个罐子，一个那个鱼的味道。什么？我们这个是马鲛鱼。叫马鲛鱼，搞不好台湾有马鲛鱼，可是量没有这么大。台湾也叫马鲛鱼。啊，也叫马鲛鱼，九毛，那很就是很适合当下酒菜啊，超级适合，对啊，然后拿去热浪岛那喝酒哦，一个晚上200只就没了，这真的很贵，所以这怎么做啊？鱼肉，妈妈你要打开啊，热浪的台币大概5块钱，他先把鱼肉片下来，然后片完之后炒辣椒，然后加大葱、洋葱、红葱。然后再加上独特的秘方，再炒完之后再放面粉去搅拌，然后之后就变成那个一块一勾一勾嘛，然后之后就涂上去。那为什么要包在那个叶子？香。哦，所以是为了它有点像台湾的肉粽啊，蚂蚱。对，也是要像这样子做，就为了要增加那个香气。对，来慢慢。哎，这好吃哎，这个一个差不多。可恶，笨蛋。5块台币。好吃啊。我还蛮喜欢的。对啊。所以这个吉隆坡没有？没有。真的？全马来西亚只有麻婆有。真的？嗯，因为它是那个马鲛鱼是特产。这个你也带50个来？我带100个。太多了吧？他们等一下分一分就吃掉了。
这个只要是全马来西亚照你是麻波来的，就问你有没有欧打。哦，真的、哦嗯？我们来那么多次，真的没吃过这个。没有，这个只有麻波有、啊，而且它新鲜。对，蛮好吃的，真的蛮好吃的。而且你来一下嘞，放一阵子，对不对？还是很好吃。对啊。对啊。天，我天哪、啊，吃五只有了吧？他很喜欢这个。就是他喜欢够咸够辣的东西。哦天哪，喜欢吃辣。对，我印象中他以前不喜欢吃辣。就是开始喜欢韩国之后，辣度接受的很多。啊，丢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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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，标准标准。我女儿说，你是不是只知道丢丢丢，其他都不知道？这个哎，他说为什么你都当这首？因为还有 Blackpink。那是同一首吗？同一首吗？对啊。啊，还有什么 ？Do Do Do？ 哎，也是同一首吗？同一首啊。干。乖点，那是哪一个的？啊？还有什么歌？很多啊，他们歌很多哎。最有名就是那个 How You Like That。How You Like That？ 对。哒哒哒哒。哎，哒哒哒。他有想要跳，你要不要跟他一起？他那个烟视脸，说他如果用台湾话讲，就立功杀小。对，大概是这个意思。我很好。我觉得我对你刚才给我吃的那个，我一点意见都没有，就是这个是真的是麻婆最好吃的。是因为我的关意见是我。可是对于你是车手这件事情，哎，刚才那个真的好吃。你说叫什么？乌达。乌达，我比较会想把它真的就像鱼丸呐、啊，可是你把它想就是比较高级的鱼丸，而且那个鱼丸不是鱼滑。鱼滑，鱼滑，虾滑，鱼滑啊，懂啊。然后可是它是有点辣的，然后又烤的那种。我觉得好吃，真的好吃。对，全马来西亚第一名。我觉得，可是很少人知道哎，我们来这边真的都没有。那个是地方美食。我觉得你应该要去吉隆坡摆摊，哎，去连锁。其实这个有点像是彰化霸王，很多人都以为霸王是油炸的，其实彰化霸王是真的。而且这个就像我老婆刚才讲下酒了，你晚上超级下酒，就是弄几个这样吃，而且它那个芭蕉叶还是香蕉叶的味道有进去。对，好啊，这个影片你看到的时候，你可以去看老爸的这个 vlog， 他们来这里赛车的 vlog， 对，宝宝应该会同一天上。对 ，OK， 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里为止啊，我们下次见。那个我的 IG， 追踪你 IG 啊。你 IG 他 IG 跟我一样多哎，一万人嘞，一万人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里了。喜欢这个影片，在 YouTube 看到记得点赞、订阅、打开这边，快乐帮分享出去。好，谢谢邢嘉玲，谢谢悠悠，谢谢田娜，拜拜。